因为他都不给我拍照，那你现在合照一下，啊、合照一下哈、哦。好，我帮你合照。可要用我手机哦。好。好。耶、yeah, ，好。好了，第二就是。我还找到我的初恋，脚就我去换我的海滩脚链。啊，在哪？还没套上去。好 ，OK 了，换胚。当时你遇到你初恋哈。耶、yeah.。都去投篮球，我都投九颗，九颗中九颗，所以以后大家要跟我一起来玩。然后，娜娜，你有在看我吗？耶、yeah ，好了。好 ，Lisa， 干嘛？讲一下就很开心啊，不然还烧香。对啊，声音都没了，还有被尖叫，还被 Patrick 吓到。好，羽化。你们要小孩吗？好啦，请入后面的 Jenny 必车，赶快整理一下。请坐。很热，我不想晒黑。然后第一次来灯塔，感觉很新鲜。灯塔在哪？哎，有你吗？还有感觉不太兴奋吗？那是因为还没有人中奖。请发表感言。跟你们一起来玩，耶、yeah ，还蛮有趣的。是，谢谢。幻觉你。别吹！哎呦，别吹了，好了，好我刚骗你的。一直在被吹。对啊，下次就是一定要有机会再大家聚在一起来玩。就在这边。就把它删掉。就。
约你入境。你讲了吗？你讲完了？你讲什么 ？Robby 刚刚你有讲过了吗 ？Robby 在楼上有讲。那时候有讲。好，再讲一次。天气晴朗，有时候会下一些微微的细雨，不过不大碍，因为我有强壮的身子。哦哦啊！杰克，现在肯定要自己骑车，还有玩水上摩托车。你有玩吗？没有，我们是帅呀。OK， 开始，休息。就是我发现爬鹅卵饼真的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。很开心可以来自柠檬，虽然没有胖，下个月还要再来一次。耶！虽然没有胖子是什么意思？虽然没有 Henry。你以为胖子是你吗？我操！哦，对哦。你觉得胖子是你吗？我也是胖子啊！你说我不是胖子吗？我们现在在。鼻公园，咪咪要脱衣服，我吃的咪咪，你吃的咪咪，路子在继续啊，咪咪像咪咪要脱，你叫什么？你叫什么？他今天一直被抛弃啦，哦，对啊，被抛弃的人，对，今天早餐被抛弃的人，要打枪，然后自己在房间打枪，真假的？打枪戏啊？真假的？你在那边干嘛？打到忘记哦。不带